哎、欸，不行啊，怎么撞不行啊，被骗了。Y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姐，欢迎回到频道。今天又来到我们的网咖模拟器2的部分。今天呢，我们依旧有一些目标来执行。我们在网咖的下面有一些比较基础的电脑，那边我打算呢把它拿去卖，好不好？然后升级一些比较好的。然后二楼呢，我们会添加一些更高等级的机台，然后以及再拓展一个房间来放我们专门的挖矿机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，也记得帮我按个赞。按个订阅，今天就让我们来突破个1633个赞 ，Go 来开门，然后我们去一下二楼看看，因为我们自从那个网咖爆炸之后就没有去过了，所以我们去看一下敌对的网咖到底目前是长怎么样。来喽，哎呀，依旧现在吗？哦，没人了啊，老板 QQ 了、欸，哇塞，没想到乞丐这么残忍啊！啊，所以他已经没有经营了。我们为了要垄断整个镇上的网咖，他居然做出这种事情。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那个小偷做的哦，都不关我的事哦，好不好？我都不晓得哦。走走走，我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吧。没想到乞丐这么愁惨啊！怎么会？哇，我以为他还会再重新的营业呢，结果居然没有。那我们先来买一下包包好了，因为我们这个包包有点小哦，我想要买那个最大的，最大的应该是这一个吧。哦，3000这个，我买这个好了，把这个拿到手上，然后丢掉。哎，这个应该可以卖老板吧？650，哦，不无少补。然后这个我们再把它拿起来背，这个不晓得几个？哇，有10个哎，非常的棒。好，我们先去我们的店来了，各位观众们，准备营业我们的网咖了。我就是打算把这一组，然后还有这一组都换掉，椅子这边都换掉哦，待会我们就可以直接全部拿去卖。先来开机一下，开店，其他的事情呢，我们就先不要管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把这边收一收，屏幕、键盘、主机，好厉害哦，居然可以背这么多东西在身上。那这边也就一样了哦，我们就收一下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好嘞，全部卖一卖，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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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，老板居然卖这么高级的、哦，3星的了呢，对不对？不过我们接下来都要买那个有 RGB 的，1700多的那一种，这个我们就不买了，好不好？走，我们再回店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叫个货吧。哦，我们先从机台开始叫，我们直接买这个好了，买个几台？10台，10台就14000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14000直接开瑞。哦，楼上这个空间我们也买一下，3000块，耶、yeah! ！好，那我们先去楼上移动一下。哦，哇，原来这台吸尘器也可以跑到楼上来，真是太无敌喽！哇，这边好大哟、哦。我们把矿机这个呢，整个搬来这边好了，搬在这里。哦。然后这个也给它搬过来，这一间呢，我就要专门做我们的矿机房间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去买一个冷气来这边装。那这里就全部当作是我们大型机台的空间。那楼下呢，主要就是我们的电脑还有电动游乐器的部分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货来了没？货来了，货来了，货来了，太棒啦！我们一台一台把它搬上去吧。嗯，啊，怎么少了2台？哦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会不会被偷走了吧？哎，喷到这边就不算我的哦。那你怎么这样？这明明是我的东西啊！喂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所以我身上只有9台 ，QQ 嘞，被 A 走1台啊！好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9台就9台吧。好，那我们先上来摆一下，还有这种事情的哦。那我们还是摆那个对面对面这样子，这样会比较节省空间一点，就有点像是以前呢在玩格斗天王哦，外面人家都这样子摆，有没有？可以单挑对面那一个啊，哦，这样子有没有？一个人在这边打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呛一下说：“哎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再挑一个啊？”这样。那因为我们呢 lost 掉一台嘛，所以这一台我们就刚好摆在正中间。那目前机台先以这样9台为主，就不再额外先添加了，因为毕竟这边也花了蛮多的钱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接下来来下面把那2台旧的呢，给它拿去卖。趁现在啊、哦，这2台呢也把它收起来。那我们之后呢就都会来引进这一个系列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最棒了，老板卖机台，老板真的什么都收哎、欸，真的很猛哎、欸。
好，那我们再来定一下高级的电脑，看以我们目前的资金呢，我们可以买几台？1750一台，我们先算整组，我们大概要花多少钱，才知道我们到底买起来要多少？纸的部分呢，1600的，键盘呢也是最好的，1100的，我喜欢会发光的，那萤幕呢也买最好的。1549，滑鼠呢也是最棒的，800啊！滑鼠垫呢依旧是买这个啦，这个最赞啦，88块，又经济又实惠。那桌子呢，我们就买那个880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总共7样物品，我们要花7767啊！原来我们只够买一台啊，那就先买一台吧。噔噔，好，开始营业了哦。等够冷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来做额外的添加，好不好？基本上先以这样子为主。那我们就等货来吧，哦，希望有更多的人呢去楼上玩我们的街机，好吧？玩起来，玩起来，是啦，这个玩一次不知道多少哎，看他投钱，哇，一次120，这么赚啊？那真的这个要多投资几台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还不用自己开那个解锁给他们，他们只要投下去就是120赚，所以基本上我这边如果满台的话就1080了哎，对不对？哎，欢迎光临啊，又火灾了。糟糕了，糟糕了！哇哇哇哇哇！高级电脑 shock 啊！这个没了，糟糕，没有了！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接锅，接锅！我赶快去找老板买一下。Hello， 老板，我来了。我们直接买3罐吧，3罐买一买，立马回去喷。希望我的电脑不要超回搭了。快快快快快！哇、哦，川普被你玩到火大了。现在感觉灭火都要灭很久哎、欸。哇哇哇哇哇！还灭不掉哎、欸，超扯！1罐快要喷完了耶，是哪里在烧啊？是电脑在烧，没错啊。哦，哇，1罐快喷光光，天哪！现在基本上呢，我们不用去跟他们收钱，因为牛蟒会帮我们收钱。出去，旋风腿，有没有？就收钱了。哦吼，这样子是不错的。好，来，接下来组装我们的一台新的电脑，先把这边都拿一拿。好来，那我们这边呢，就直接再摆一台更高级的。各位有没有高级网咖就是这样啊？这边呢还缺几台，这边应该可以再摆个3台到4台左右，基本上楼下这样子就很赞了哦。那我们就先再努力的赚钱一下，现在已经有7000多了，等一下呢就可以再来额外买一组了，好吧？等等见。好了，各位，我又多进了2组啊，这边基本上在2台差不多，我觉得不能太挤，因为我刚刚呢整个被挤的时候连环倒，像骨牌一样，结果全部又要重排。不过基本上我们现在钱已经赚到25000多，我觉得楼下暂时就先这样子。那接下来呢，趁着客人不在的时间呢，我打算要来用逛机的部分了。那我这边还缺一张卡嘛，上次有观众提到说其实可以在那边买一买，然后直接在那边插卡，诶，好像是个不错的主意，好不好？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准备看看25000多块呢能够买多少的显卡。Hello， 老板，我要来买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直接先买一个，那我们就直接放在这边看可不可以装。哎，不行啊，怎么装不行啊？被骗了，不能够在这边装啊，不行啊。那我们就都买一买吧。那我们连那个旁边的那3台呢，也都买一买。反正我们现在钱呢，就是要这样子花。我相信呢，有这些东西呢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赚非常多钱了。OK， 然后整个应该就会非常的热。我们待会拿温度计去上面呢，稍微量一下。走，回家弄矿机。现在呢，已经它都没有任务了，乞丐完全都没有任务了。然后这一台依旧在这里。哦，那我们把剩下的1张卡再拿出来插进去好了，这样就刚好满了。是哦，6卡矿机，没败没败，稍微有个距离好了。不然太热了，我们是 T2230Y 嘛，这个应该也是一样。OK， 打开，这台算力201，300多，所以500多了。那再加上我们这种小台的，赚到削翻，开起来！哇，好吧，那我们去楼下看一下我们这边算力跟温度会是多少。哇、哦，好多人要玩啊！哇，现在我们的电脑呢都是算蛮贵的，所以赚的钱呢也是很快的。平均算力803欸，算蛮高的了齁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呢比特币总共挖了多少了。现在呢我们已经有 0.5 一半的欸，所以我们如果卖掉呢就有15000左右了。各位，我们来慢慢看。喔、哦、我有38000了。现在一次挖是120525。啊，也才不多欸，20-30块而已。不过就让它挖，反正挖到一颗我们就是赚钱了。挖就还蛮快的了。赞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温度，楼下呢。哦，楼下25哎，不错嘛！哎呦，这么厉害啊、哦！这一台冷气就可以……哦，这边很冷哎，这边有点冷哦。这边呢？这边冷吗？这边都是冷的，啊，只有前面是温暖的、啊。
真的耶，那我们等一下这边可能再买一台好了，那这边应该再买一台就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楼上的部分，楼上这里呢，哦，这里也是冷的，那这边呢，这边该不会是冷的吧？啊，这里居然是冷的，那我们可能矿机还不够哦，那我们就先买个两台就好了 ，OK。那我们一样买这个最贵的哦，一二 ，OK， 就等它送货来，等一下我们就安装到楼下跟楼上各一台。好了，各位，冷气来喽，那我们先装在这边好了，接过，装在这里好了，这边给它设在25度吧 ，Auto， 好不好？这样基本上应该就不会冷了。那楼上也一样，谢谢光临啦，啊，冯利索，这里再摆一台 ，OK，Auto，、OK, 好，没问题了。好吧，各位观众，那我们今天的网咖模拟器呢，大概就先玩到这边。下一次呢，我们再把这边填补，然后 VR 的等级呢也会换得更好一点。这边应该可以再放个一两台吧，我在猜哈。这样子我们整个网咖呢就算蛮完整了。好，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也别忘记我们的1633个赞。我们就下次网咖模拟器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